次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只会夸你的手下多么好，多么棒。你有哪一次提到过我秋水哥？秋水哥，秋水哥，你有没有跟记者说你是怎么样找到凶器的？其实我也不太方便透露。我们下次再聊。喂，秋水哥，秋水哥，你不要那么扫兴嘛！你这么威风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不说呢？案子就是你破的啊！你不是说不出来吧？不要在这边给我乱闹啊！你走开啊！我没有怎么样啊！江中伟的辩方律师要法院提出最新的证据证明，江品被害的时候，江中伟不在案发现场。你爸每天晚上十点都会回来。求求你，这次一定要救我！难道真的有人可以游地府，可以通灵？韩小姐，你现在想试试看吗？周五晚间十点，周氏真的汉子。